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呢，小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。因为小雨本身的工作呢，是必须要穿着高跟鞋久站的工作。那有时候穿了一整天下来之后呢，双腿超酸的之外，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我的双腿已经有一些水肿的情形发生了。那我们站了一整天下来呢，双腿的血液循环呢也会变得不好。那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呢，我会因为双腿呢酸得不得了，导致说我有时候睡觉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。那最近呢，让我发现了一款呢非常好用的东西，那就是这款雅维恩的正盘裤。那这款正盘裤呢，它的材质是精选弹性纱，所以说呢穿起来呢会比较舒服，那甚至呢穿着睡觉呢也比较没有感觉。那现在呢，小雨就实际呢穿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咯。是的，现在呢小雨已经穿上了雅维恩的正盘裤。那我现在先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这款正盘裤呢，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没有什么感觉，而且呢它可以渐进式的加压我们腿部，释放了我们双腿的压力，那也能够呢促进了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，那比较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的发生。那如果说呢你跟小雨一样呢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，那雅维恩的正盘裤推荐给大家咯。